这不是上次进地堡开钥匙卡被丧尸给挠没了吗？当时我就气不过，阿婷和瘦子都拿得盆满钵满，我成炮灰扛伤害了。所以今天我决定再下一次地堡，把面子给找回来。谁让队里又有人搜到绿卡了呢？不爱。这次搜到的是一张 Z0 的绿卡，不一会儿就抵达了 Z0 地堡，附近并没有丧尸，看来已经被队友给消灭了，那就直接往里冲吧。成功和小队会合，并找到了绿卡房，接下来就是等归零打开绿卡门了。一番交谈之后，由我负责捡线，阿婷负责开锁，非常合理，这捡线可是门功夫活呀。门开了，冲，开始捡线。捡线非常考验眼力和脑力。二一四，成功。开门后我决定尝试一下开锁，这是一把铁锁，应该挺容易的。差一点，这电得我头皮发麻呀，这还得是阿婷啊，我剪条裤子的时间他就打开了，我包扎一下，你们给我留点。嗯，外面掉丧尸了。我不信了，还再试一次。好家伙，这给我垫的，还有40多滴血，不搞了不搞了，老老实实捡线吧。有点急了，再试一次。开始。我去，第一条就捡错。捡错就捡错，你打我干嘛？干嘛干嘛？我这是被垫的神志不清了呀。一二，哎，我再来。你看你长得那个逼，好像上灯。俺老孙就擦。丧尸太多，先解决丧尸。哎，我去，没子弹了，兄弟救我呀！好家伙，这丧尸掉下来这么多，你们加油啊。掩护。好，我掩护你。你打丧尸啊，打我干嘛啊？我在打丧尸的，你看我在打丧尸呢。你别笑。好像没多少了，还剩最后一只。搞定，有惊无险，继续开。稳住啊，稳住，保持清醒。我去，又捡错了，不慌，继续。二五三，赶紧解释一下，别一会儿把我当内鬼了。随便摸一些走吧，我好像忘记戴防毒面具了，快看不清路了。嗯，98K 套装，把这些捞了就跑路吧。杀！